多少啊？爸爸问你。七呀、啊，七是我的。他其实有点那个，那是谁啊？是婷婷还是晨晨？你的哦，你看都在打牌了，帮忙分了，是我的吧？对，帮忙分一下，十四，来帮忙分一下，都在打牌，你看，金国爷在打牌，爸爸，我现在里面，什么？月经也会回来啊？什么时候回来？开始啦，开始，三月啊，这个还是月经也？哦，那没有讲月啊。专业啊，价格。8万呐、啊，八万。是啊，他丢的。那你丢什么？我也丢八万呐、啊。我丢的你丢的。他先丢八万，我也先丢八万。不要什么？不要多多，不要那个对巧多多利啊。加加你打一个50单呐、啊、去找钱啊，对面那个有钱人，你去找啊，怎么是我去找，有钱人去找钱啊、欸、你去找啊，哎、欸、啊，换钱一下，换钱啊，什么要换什么，五个一百啊，五个一百不要，不行，不划算，五个一千，五个一千，一个五千，就这样，五个一千，一个五千，五个一千，一个五千。他也没有啊。有啊，他有一千啊。我也不够啊。哎、欸，你们好像都没吃午餐的吗？哎、欸，玩。这三位、这四位好像都没吃午餐，都狂唱歌的。我有吃啊。啊，这个椅子，来坐。我不买，我有吃的，都喝汤，越吃甜点。对啊，人家就赌他啦。这样你的。太傻了。你外面不吃个零工的，小姐，哎，你这边，这场比赛对于后备球来说，真的是寸寸入，在这场比赛，他已经是追平了在大满贯赛中的他的最佳胜负次数，而且不管是奖金还是积分的进账啊，都已经相当的可观了。对，我想赢了三轮，对积分就已经很。那今天整个上网的。吃完了。所以你买的那个自拍应该不是小米的，所以小米的还不错啊。它是很漂亮。哦。这个也要79人民币。哦。那我说。这种都这样啊，容易坏。我之前买小米的也是会啊。那坏掉是怎样？再买一只。不是，它东西就是保固有没有在一年？大陆买的没有保固。